And I brought something for you as well. Thank you. 谢谢。That comes from a shark's mouth. Thank you. Oh. Wow. 这是鲨鱼血吗？留在上面的吗？就是希望我们保护动物。其实我们一直觉得鲨鱼是人类的天敌一样，但是也有科学调查，2013年的时候，鲨鱼每年袭击人类致死是12例，可是人类捕杀鲨鱼的数量是多少呢？是它的几百万倍。哇哦！可能我觉得今天这个挑战项目它的更大的意义是唤起我们对鲨鱼，包括对海洋生态链的一个保护。收到了这样的一个鱼钩，作为一份特殊的见面礼，很有意义。它在提醒我们，人类可以停止对鲨鱼的伤害了。你刚说呢，你是鲨鱼的代言人，我非常同意。呀，我想把它称为是鲨鱼者。鲨鱼的鲨，鱼是语言的语。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人跟鲨鱼之间可以有个那么平衡的画面，然后非常谢谢你带来了那么多重要的讯息，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鲨鱼。谢谢 Christina。 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情感往往会集中在那些和人类比较亲密的动物之间，但是有那么一些动物长久以来一直在人类的恐惧的黑名单当中，人类一想到这些动物往往产生的是恐惧逃避的心态，比如说鲨鱼。跟这样的动物之间，人究竟能够发展出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位挑战者不可能的挑战项目。可能，大家好，我是雷月，我现在正在位于加勒比海的巴哈马，因为清澈的海水，这里成为了世界各地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同时也是鲨鱼的天堂。有一个人将会对鲨鱼进行挑战，当然这个挑战者不是我，而是我身边的 Christina。 Christina 是一位潜水教练，她有21年的丰富经验，然而今天她将挑战的是鲨鱼。Hi Christina， 你今天的挑战项目是什么？ I'm planning on putting sharks to sleep。 Wow， unbelievable， 不可思议。她说她今天要催眠鲨鱼。今天我们面对的鲨鱼大概会是多大？ About a meter and a half to 2 meters. Wow. And there will be about 10 to 15 sharks. Wow. 10 to 15. 现在 Christina 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因为她已经预测到我们现在船的底下有一大群的鲨鱼，而且我可以看到她身上是重达20磅的这个防鲨服，这个是全钢制的直指甲，它可以防止在鲨鱼靠近的时候意外的发生。Good luck. Thank you. Christina 已经下去了，到底 Christina 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完成挑战？我一会儿下水就告诉你。我走了。Christina 和我们的摄制组成员已经潜入了海洋深处，她必须在有限的氧气供给时间内寻找到那些野生鲨鱼并完成挑战。天哪， Christina 已经被鲨鱼包围了，现在唯一能够保护她的就只有她身上的防鲨服。今天将要进行的挑战项目是将鲨鱼催眠并垂直立于掌心，
他必须坚持至少60秒。Crispy 呢，现在正在寻找催眠的目标。他不断的抚摸鲨鱼。不断的抚摸鲨鱼，让它慢慢的安静下来。难道它已经被催眠了吗？第三次尝试，鲨鱼看起来睡得要比刚才沉一些，应该可以了。终于成功的立起了鲨鱼，但是只坚持了22秒，氧气也即将耗尽。 Christy 呢，只能再次尝试一次，出于安全考虑，之后他必须放弃挑战，返回海面。好的，他成功的揽过了今天的最后一条鲨鱼，他是否能够抓住这次机会，成功的挑战不可能呢？在 Christina 的抚摸下，鲨鱼一动不动，好像已经睡着了。眼珠白了，眼珠白了。Thank you.
五、四、三、二、一，挑战成功！哇！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极为专业的事情，绝对不要轻易模仿。今天我们看完了挑战之后，一定要把挑战者请到我们的现场，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此不可能的挑战背后究竟奥妙何在。掌声有请挑战者。哇哦！哇！这身装扮一上来之后，完全让我们眼前一亮，另外一种风格。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My name is Cristina Zanato. I'm originally from Italy, and I've been living for the last 21 years in the Bahamas, where I've been working with sharks for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我会在荣誉殿堂等着你，祝你好运。Thank you. 所以我们还是很好奇，那个一分钟啊，六十秒的时间，到底您做了些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It's the person and the shark need to have a connection. The shark needs to want to be pet. And then once the shark is nice and relaxed, you just pick her up and then you turn her. And in that moment, she's just relaxing to your hand. So she's in a kind of like a sleeping state. 她在抚摸她的，对，摸她的 certain part of shark. Is that?Pretty important. Yes, it is. You want to touch the more sensitive part, which is the head, but you don't want to touch the too sensitive part, like the eyes. Oh, 那在最初开始的时候，难道没有任何恐惧吗？I've never been afraid of sharks. Wow. I always loved sharks. and I wanted to be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sharks. I wanted people to see.What I saw in the sharks and how beautiful and in danger they are. I do have the footage of having removed the hooks from my sharks. So this is the final time. It took me about 30 minutes to convince the shark to stay. She has a hook inside her throat. Oh. Then I open her jaw. Obviously, she doesn't like that. and so she swims away.After I remove the hook, now she loves to come and be pet. And she became my special shark now. I actually brought some of the hooks here that I removed from the sharks. I collect them. Wow. Yes.这个都是他从鲨鱼的嘴里掏出来的鱼钩吗 ？Yeah, these are all taken out from the mouth of the sharks. 哇，哎呦，我以为这个是你的首饰盒。This is my magic box.没有想到他拿了一个盒子出来，然后我在台上就已经喊了一句了，首饰盒打开以后发现都是鱼钩，应该是残留在逃脱的鲨鱼嘴巴里面的鱼钩。And I brought something for you as well. Thank you. 谢谢。That comes from a shark's mouth. Thank you. Wow. 这是鲨鱼血吗？留在上面的吗？哦。就是希望我们保护动物。其实我们一直觉得鲨鱼是人类的天敌一样，但是也有科学调查，2013年的时候，鲨鱼每年袭击人类致死是12例，可是人类捕杀鲨鱼的数量是多少呢？是它的几百万倍。哇哦！可能我觉得今天这个挑战项目它的更大的意义是唤起我们对鲨鱼，包括对海洋生态链的一个保护。收到了这样的一个鱼钩作为一份特殊的见面礼，很有意义，它在提醒我们
人类可以停止对鲨鱼的伤害了。你刚说呢，你是鲨鱼的代言人，我非常同意呀。我想把它称为是鲨鱼者，鲨鱼的鲨，鱼是语言的鱼。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人跟鲨鱼之间可以有个那么平衡的画面，然后非常谢谢你带来了那么多重要的讯息，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鲨鱼。谢谢，谢谢 Christina。 Thank you。 答案只有一个，能。一个又一个，他这20年来从鲨鱼的口中掏出的人类想要捕杀鲨鱼的一个又一个的鱼钩，我突然觉得这些就是 Christina 的珠宝，对他来讲可能比珠宝还要珍贵。如果说珠宝只是装扮了我们的身体，那 Christina 今天展示的这些鱼钩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一颗最美丽的女性的心。那今天对于你的挑战，我的决定也是能。You can talk sharks' language. You just pass the basic test of shark. I say yes. Thank you. 21年的朝夕相处，克里斯蒂娜用自己的爱作为语言，缔造了人鲨之间超越生命的默契，实现了跨越物种的沟通。她。是当之无愧的鲨鱼者。